每天早上看到很多新闻，都充满感叹，为什么你争我斗，血腥暴力不断，要想世界和平好像真的很难。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叫《大学》的书，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想世界和平，这应该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兄友弟恭，孝顺父母，家里就会和谐安定，社会就会繁荣稳定。掌握这个关键，世界进步就不会停。Love your family, love your city, love your country.这个家庭融洽相处，懂得尊重包容，又互相照顾，这样就是开始实现世界和平的第一步。Check it out! 如果每一个城市里面的家庭都能把爱和包容向周围扩散，那整个城市的改变就会一点一点在你的眼前出现。Check it out! 如果每个人、每个家、每个城市都能把孝顺的正能量从内发送到外，那和平就在世界自然的扩散。Love your family, love your city, love your country, love the world。这种和平方程式了解原理其实不难，有没有听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？